谁在这哼哼唧唧的？谁哼唧的？哦，你呀，那你要干啥呀？啥意思？你想吃呀？要吃葡萄呀？那你告诉我是谁要吃呀？谁要吃？哦，是你要吃呀，是吗？你先下来，你坐好，我告诉你，你葡萄不能吃啊，这是葡萄不能吃啊，吃了该中毒了，该晕倒了，知道不？啊，晕倒该打针了，能不能懂？知道了不？你请你过来，我问你，你吃完葡萄会怎么样？哎呦，对了，吃完就晕了，是不？那中毒然后呢？拿的啥？哎，对，该打针了啊！总觉得非常宝贝，这回知道了吧？吃完葡萄就得上医院打针了，是不是？米奇，你还要吃葡萄不？不要。还吃吗？对，不能吃了，有毒，是不是？吃了这个后果很严重啊！吃完中毒得去打针。这回记住了吗？